接下来为您播出大彰化新闻。中心时代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的开播大中华新闻，我是林桂英。今日是新历的109年7月22号，旧历的6月初二，礼拜三。好，这新闻一开始，咱就用30秒时间来看卖今日有啥物重要新闻。好，必定进行红包，23号开始轮流伫咧32里发放。好，必定工作出现经历进行盖好。确保500万的现金，一张拢袂减。国民党行动中常会来到彰化县党部举行，邀请党代表来举行座谈，听地方基层的声音。暑假期间，亲子梦想运动场要来举行中奖运动会四大主题活动，鼓励亲子从事户外活动。新闻一开始来关心。明仔拜四，何必定进行红包，将伫咧23号开始轮流伫咧32里发放。第一梯次哦，总共500万的现金，就伫咧何必经分局的援救协助护送之下，送来到何必定公所。镇长阮厚觉、镇民代表会主席林金晶嘛特别来到现场，关心消费礼金发放的作业，确保伫咧发送的过程当中会当顺利圆满。警车沓沓开入去公所的广场，河美警察局派人协助河美公所进行礼金互抄勤务。保全人员提这个袋啊，内底装了500万的现金，就是明仔载第一梯次要发放的进行礼金。第一个梯次有河南、宽社、大厦、嘉宝、德园，阁有好收六个字。承办人员依照顺序把现金分给负责的李干事，然后大家总动员开始分赠红包。镇长阮厚觉和代表会主席林金晶也都到现场关心协助包红包的作业。今年我们来录一个，拢来录一个，因为新钱啦，新钱甲录一个啦，哎呀，明仔载咱俩吼，就是讲咱这个代表会这边叫支持吼，那个受限的更放宽啦吼，所以讲。这个民众若要来领，哦，本身也是家己诶，啥亲属一个这户口名簿内底，只要你扎身份证、哦，身份证跟印章，然后带领的人就是同户口的人都可以带领，然后签个名，哦，如果非同户口的，哦，非同户口的要有这些的，就是身份证、印章，还有户口名簿。再多个委任书，所以说会代表会指示更便民、更等一下受限更放宽，好、哦，然后这个也要呼吁大家来带领的委任人，好、哦，如果说有委任带领的，如果说收到那个我们的消费哦，就是说我们的振兴礼金的话，一定要交给本人。不然有侵占的嫌疑。何必进行消费礼金，按22号透早8:30开始发放。只要在6月底进前设置伫何必店，符合资格的乡亲，爱去扎身份证，阁有囡仔来领钱。另外，若是规个户口做伙领，必须爱扎户口簿仔来。店长阮厚觉嘛呼吁，若是替别人领礼金，爱去交互当事人，避免犯法。大众新闻叶宏武何必采访报道。为了了解地方基层的声音，国民党中常会专工山到咱彰化举办。国民党彰化县党部特别邀请地方的党代表甲中常委等党务干部进行座谈。国民党行动中常会的列车开到彰化县，党主席江启臣亲自南下主持。为了更加接地气，了解地方基层动员的声音，行动中常会阁邀请党代表来举行座谈。因为民进党一连串的错误政策影响了彰化的发展，例如从能源结构来说，民进党推动2025非核家园，
其中离岸风力在民进党口中像是救命仙丹，但是四年过去了，在彰化我们并没有看到预期的大量工作机会，我们也没有看到薪资的成长。因为民进党政府推出的振兴三倍券，还有监察员人事问题以及司法改革等议题，都惹来不少抗议声音。对此，国民党也再次呼吁民进党政府，不应该用多数暴力来残害民主。我们应该给予立法院党团所有党籍委员更多的支持，让本党立法院党团能够攻守兼具，文武并用，为人民在国会强力发声。然而，此次监察院的人事案更加凸显有权无责、不知道节制权力的总统，不但造就腐化的剧本，更将断送台湾民主宪政的发展。国民党的中常会改变过去就伫台北的中央东部召开，用行动一个县市一个县市到地方去召开，搁较利用甲基层党员代表座谈的方式来了解基层的声音。大中华新闻张世良中华采访报道。继续来看到鹿港文开书院汉学中心经管工程22号举行开工典礼，预计伫咧2109年底修复完成，包括着馆长王惠美、鹿港镇长柯志宏、甲地方的民意代表龙教长，手举着金拖车来动土，祈求工程圆满顺利。劳力人士展开鹿港文开书院汉学中心经管工程动土典礼，开工动土。第一场，风调雨顺，四季平安。典礼当中，馆长王惠美指出，县政府将以鹿港文开书院为中心，计划推动彰化县跨文化汉学中心文化书院空间。文开书院为咱清朝时阵，就是咱啊文人吼啊培养咱的这个人才一个好的所在。那过去呢，伫清朝，咱有出6个进士，啊，9个举人，800个这个秀才哦。最主要都是有这个啊，文开书院伫咧做汉学的这个啊教育吼。那嘛，当时嘛是咱啊，这个每一个时代伫遮，拢是一个足重要的一个教育的这个场域哦。啊，咱这个县政府即届有争取到咱这个啊文化部啊这个经费哦，有828万的这个经费，啊共同甲个大家啊做一寡景观的这个改善哦，就是希望遮个场域会阁更加适合到咱在地人伫遮啊出出入入来遮学习。咱遮当时嘛有一个文开这个诗社伫遮伫个做一寡汉学的这个传承哦，咱希望遮变成咱的乡亲爱来行搭的这个所在，变成。用咱未来对汉学啊一个真更加这个啊好的一个教育这个环境。鹿港镇长柯志宏表示，文开书院周边的景观老旧，无符合使用，真感谢王馆长甲县文化局积极争取工程修缮经费甲补助经费，也能够继续把它发扬。在这个地方，尤其啊这次的景观工程哈的一个修复，可以说在文开书院完成之后数十年。可以说这些景观也真的是老旧，不符使用，所以这次非常感谢我们彰化县文化局啊，极力的争取啊，所有的一个补助经费啊，总共有828万的经费，还有在工期是120天，能够说在完成之后，能够复育啊，在我们开书院周边可以有一个新的一个景观。开工典礼，地方民意代表到现场参与，期望完工了后，互文开书院有一个新的景观，互在地乡亲甲游客有全新的感受。台中华新闻林桂英鹿港采访报道。台电公司女子排球队国家队排球歌手来到文开国小，甲当地学童以及青少年来推广一个排球运动。大家好，我是张銮英医师。国内疫情趋缓，但是也不可掉以轻心哦。请海外回国者先通报，如果有下列情形，就需入住防疫旅馆：一、家中有65岁以上长者、6岁以下幼童、慢性病患者；二、没有含卫浴的专用房间。以上两者回国前，请先完成订房。
如果与家人同住，而生活空间可以确实区隔，且有含卫浴的专用房间，可以选择在原住所进行居家检疫，请在入境时主动声明，申报不实者最高可罚15万元。短期商务来台者，请一律入住防疫旅馆。最后，请民众配合政策，守住防疫阵线，共同维护大家健康。建国科技大学日间部联合登记分发，进修部单独招生，详情请洽04-711-1111-1326。欢迎回来新闻的现场，我是林培英。明仔是拜四，也是旧历的六月初三。根据通俗的记载，明仔在位公在正西方，好时是透早5点到7点。另外有什么代志是要特别注意的，咱做伙来关心。因应新课纲上路，彰化市信义国中小举办课程博览会，让学生家长了解到目前学校的教学方向。学生囡仔搁家己设计关卡，利用闯关的方式来展现素养课程的学习成果。体验独特渔业风情及特学生透过影像来分享去红湾海边的校外教学趣味和收获，是很棒的学习。佮有拍跆拳道的学生去东南亚国家，佮国外选手交流的记录。三个等奖，就是然后我们学校有选派是优秀的选手。即款多元化的教学成果，都是信义国中小举办新课纲新课程的内容之一。做那个他的缓冲跟他的那个盒子，还有他的降落伞。校长讲，教学博览会是要来呈现学生、老师佮家长三方面合作的学习成果。一方面，让家长知影信义国中小新的教学方针，也让老师和老师之间一个观摩学习的机会。课程博览会总共有21个关卡，有静态，有动态，全部都是由我们的小朋友跟老师来规划设计，担任课程的主人，那来分享给我们今天的所有的来宾。那从他们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所谓的素养的知识、技能跟态度，我想这样的一个努力的成果，会让我们对于继续接下来要推动的这个新课纲，我想会更加的有信心。这场校园内底的教学博览会，总共有14项静态和7项的动态展示，每一个关卡都由学生来负责，利用闯关的方式来分享囡仔的学习成果。大中华新闻张世良、中华采访报道。运动消息，彰化市公所将中彰快速道路下面的中彰运动公园打造成亲子梦想的运动场，让囡仔会当伫遮溜直排轮、滑步车等运动。另外，今年暑假市公所阁头一回举办2020中彰运动季，率先登场的就是这个亲子滑步车赢队。这3-4岁的幼囡仔，一个一个戴好安全帽，然后在教练的带领之下，开始要来学骑滑步车。这个所在是中彰快速道路桥下的中彰运动公园，市公所也把这个所在打造成为亲子梦想运动场，提供大小朋友在这耍滑步车、溜直排轮、加遥控车。我们希望东区透过这个运动跟产业的结合，能够让东区更繁荣哈。咱东区未来，咱阁有较侪计划，我们要伫遮做建设啊。咱希望东区会当欢迎起来，让东区会当更加进步。市公所头一摆举办中彰运动季，市民代表会主席表示，这个所在原本是一个无咧使用的空间。经过地方人士的争取和公司的努力，才让这个所在变成适合亲子共享的园地，
也希望透过暑假期间野队，甲林近乡镇甚至是台中人吸引过来。过去咱啊，彰化的这百姓拢过台中消费，啊嘛希望讲咱会使借用着咱这个活动来吸引着咱台中市的这个市民来甲咱彰化市来参与着咱这个轮动季甲平常时的这个活动，而且啊来带动啊咱东区附近一带的这个餐厅啊甲咱这个地方的这个小吃。2020中彰轮动季率先登场的是亲子滑步车野队，接下来搁有直排轮、遥控车甲滑板等四个野队。八月底之前，每一个礼拜六甲拜日，中彰运动公园也是一个足热闹的运动市集。好不好玩？好玩。好玩。大中华新闻张世良中华采访报道。好不好玩？2020台电女子排球队关怀列车22号开来到鹿港镇的文开国小校园，和附近三间国小加国中的学生囡仔，会当对着国家队的排球歌手，做伙来拍球，做伙享受运动所带来趣味。暑假开始，各式各样的夏令营趣味好耍。台电公司也特别带着台电女子排球队国家队歌手来个文开国小，希望让小朋友一个无同款的假期。排球是一个团体的运动嘛，然后再来是服从团队合作，然后再来带进去我们的一些基本动作，还有一些基本防守中观念啊，或者是动作啊，或者是在球场上一些应该怎么去跟队友合作的一些概念这样。排球队的球员亲自担任夏令营的教练，除了规划趣味的课程以外，更加希望小朋友自细汉就建立起正确的运动家精神。发展的排球教育哈，非常的有绩效哈。那我们特别请我们的女排哈，一般都是国手级的球员来这边指导他们哈，希望我们的那个排球那个体育教育啊，向下扎根哈，让养成我们那个国人对那个体育啊从小培养的概念哈。复兴国中校长赵世莹也希望透过野队传承专业的球技甲希望，培育国家体育幼苗。非常感谢我们台电哈，我们的陈处长带领我们的台电女排，这里面都是很多我们的亚运国手的这个女排到我们鹿港福兴地区来指导我们的对排球有兴趣的这些小朋友们。那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的文开国小能够提供我们这么棒的场地。那我们知道我们鹿港地区之前也是排球运动非常兴盛的一个地区，那这最近这几年我们福兴国中在我们许基远老师的努力之下，也是非常的在推我们的排球运动，那包括我们的文开管国小也都有在推我们的排球运动。那我们希望说接着这是台电女排到我们下乡来指导我们这些排球的小选手们，能够让我们的鹿港福兴地区的排球运动能够更加的蓬勃发展。就由这个活动，唔来当知影球员要站起来比赛现场，要付出的努力，也让学生的暑假生活更加丰富多元。就将华新闻林桂英落岗采访报道。今日来报道台湾话，要带乡亲来去听看卖。陈美雪老师要来教咱讲什么趣味的台湾话。欢迎大家到阵来学台湾话。今仔日的意思是破格，破格意思是形容一个人在命理这方面有缺陷，会带歹运。甲代志不不害，或者是常常讲一挂负面的言语，咱来看例句，伊实在有够破格，代志若互伊得着，就气了了。过来是俗语，生鸡卵无，放鸡屎有。比如一个人未晓做对大家有利益的代志，又搁破坏别人的成果。成做正人的负担。养乐多阿公阿嬷炸着清凉的养乐多饮料来到家护中心，甲一挂因阿兄、囡仔姐做回来食点心开讲。
放下遥控器，放心出门去，防疫新生活运动开始，去享受汗水，享受阳光，享受现场，享受真实，享受美食，享受安全，享受风足，享受无拘无束，享受日常如常。戴口罩，勤洗手，保持社交距离，防疫新生活运动，乐活防疫，健康生活。大大学荣获2019远见杂志台湾最佳大学评比，全国文法商大学前20强，学生参与全国论文出版竞赛，荣获全国大学第7名。教学卓越，连续12年荣获教育部高教生根补助。7大学院多元学科培养学生跨领域专长，掌握就业趋势，选择大业，成就行业，耶、yeah!何必定一名独居男子去年因为中风，生活起居都受到影响。关于原赖清美接到个案的通报了后，会同立委陈秀宝服务团队前往慰问关心。何必在地甲故乡头家陈大心哦，佫直接哦捐赠一座眠床组，协助改善夭寿男子的生活品质。何必一名独居男子因为中风的关系无多趁钱，就连本来简单的洗身躯、上厕所等生活小事，即马对伊来讲拢真歹完成，所以前一阵仔伊常常想袂开。要洗身躯哦，爱电话怎啊洗好啦？开几万啊？哦，啊，有人手拗袂起啊，啊，要穿衫哦，都足难的。唔知想袂开。关于王乐清美接到个案通报，甲李伟、陈秀宝服务团队、李长、社会处、甲卫生局等人，前往姚姓男子的厝内，方式慰问。啊，恁今日看到讲吼，伊安尼吼，困伫涂骹吼，啊，手脚阁不方便吼，啊，所以咱今日有迄个陈秀宝服务处过来斗三工，啊，阁咱李长，啊，阁有只组织吼，啊，上重要就是咱八大家具，阁有要送眠床来互伊困。啊，相信后眠床吼，伊要坐起来，要爬起来。一定是较方便的吼，啊，较袂讲安尼造成伊阁跋一倒安尼吼。啊，无拍地好无？好啦，拍地，拍一姚姓男子房间内底，敢若一张碰床，因为中风的关系，常常拢爬不起来。何必在地一间家具行头家，听到消息了后，就马上送一组全新的眠床架甲碰床来予伊。伊咱嘛唔知影讲，伫这遮阁有一个，吼，这咱较咱长辈讲。连眠床都无啦，哦，啊，咱感觉讲这张眠床无啥啦，哦，尽咱能力来甲援助。不过，人会收到眠床的人，逐天暗时就会当安稳，有一张眠床会当好啊来困。社会处人员表示，除了目前每个月5,065元的生长补助以外，也协助申请生长托用的资格。等在星期当中，卫生局这部分也协助居家洗身躯甲用餐的服务。台中华新闻叶宏武何美采访报道。永乐岛阿公朱泰健甲永乐岛阿妈朱张惠英。20多年来哦，只要中华家护中心有来举办这个义卖活动，因拢一定会来参加。22号，阿公甲阿妈是特别载着小朋友上爱永乐岛饮料，来到中华家护中心，甲囡仔做伙食一个点心。杨乐多爷爷朱泰镇是中北地区杨乐多的经销商，伊甲太太朱张惠英已经参与中华家护中心的义卖活动，20几年来拢无中断。21年前，我家的太太接收到这种信息的时候，她觉得这个活动非常的有意义。虽然说我们不知道那一场我们是不是有没有获利啊，但是我们宁愿说支出这个费用，然后让
家父的一些帮助，一些家庭或是说小朋友。有一个那个阿公，他都带他的孙子来买哦。然后那一年呢，第一年那个阿公就跟我买养乐多，可是第二年呢，我换到别的摊位去了，换到因为每一年的摊位都不一样。可是第二年我换到很角落的摊位哦，结果他来到我的摊位前，他跟我讲什么？他说哦，我找你这打找足久的呢，我知影你逐单都会来。吼、哦，啊，我就是为着买买你养乐多，我一定我一单一单找总有一户我找着你养乐多，你去打。安尼，啊，我阿公，啊，你这票完全拢买我养乐多嘛？阿公讲，嘿啊，我就是为着我养乐多玩完，我就要来等啊。就是他那一份吼、哦，他说养乐多让他们觉得很健康。好、哦、啊，一方面他们拿到那个交付中心给他们那个券，他们也觉得很感恩。杨乐多爷爷讲，其实近十年拢是伊家己用个人的名义摕钱出来买杨乐多赞助举办活动，无咧计较成本，因为囡仔挽着笑容，是伊甲太太两个人继续做公益服务的原动力。朱太正甲太太朱张慧英收到到中华家护中心，甲囡仔见面活动，而且安排干部课程，互囡仔更加清楚了解养乐多这个品牌产品，互小朋友会当更加了解活菌对身体好处。多中华新闻叶宏武何必采访报道。来关心溪湖果菜市场的交易行情，今日的总交易量共有95公吨，平均的计销是每公斤19.4元。继续来看详细交易情形。油菜上价15，中价10.9元，下价7.6元；高丽菜上价27.2元，中价19.4元，下价12.9元；菠菜上价15.1元，中价10.3元，下价8.1元；韭菜上价32.3元，中价17元，下价10.5元。花菜上价54.3元，中价42元，下价26.1元；鸡蛋上价25元，中价17.9元，下价9.8元；包心饼上价15.3元，中价10.6元，下价5.6元；葱头上价25元，中价16.7元，下价12.5元。菜头上价13.1元，中价10.1元，下价5.7元。白菜上价14.9元，中价11.3元，下价7.6元；苦瓜上价31.2元，中价23.4元，下价17.5元；冬瓜上价17.7元，中价14.1元，下价8.2元。来看卖户外空气品质的状况，西半部地区酷暑条件较歹，容易累积一个污染物，空气品质普通。另外，一个气象方面，拜四拜五吹着一个偏南风，天气降款是高温炎热，乡亲出门的时阵爱注意，卖去予日头晒受伤。中昼过后，中南部山区有机会会来落一个局部的短暂雷阵雨。以上就是今日的大中华新闻，感谢乡亲的收看，我是林桂英，咱期待再相会。